来试用营专用的火箭炉。今天我们来试用，火箭炉是很特别的。中，我听到锅子里面水开始在沸腾了。你先拿来看看，哇哦，水开始在滚啊！看锅底，泡泡在滚动。哦，我们看水现在到头滚，哦。完全滚了，看到水，锅底的水已经完全在滚烫了。所以说，这么大锅的水，大概十分至十一分钟就可以完全滚烫了。Thank you.